小树勋章。过几天就是植树节了，我们去种树怎么样啊？好。种树最多的小朋友可以获得这样的一枚小树勋章做纪念哦。太好了，我要当种树第一名。蛋宝快点，我们一定要比别人种得多。明白。我们不能落后，小头爸爸下一个。可是这棵还没种好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。怎么能这么着急呢？蛋宝，快过来扛树。我在。大头，你不能这么种树，树根埋不好，很容易就倒了。才不会呢！大头，你种完了吗？快了，我种的数量肯定比你们的都多。王蓉蓉怎么了？小头叔叔，大头种的树都没有好好埋土，我担心小树会种不活。大头种的的确太粗糙了，我们重新种一下吧。先等等毛蓉蓉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让大头儿子自己来做。那小树怎么办？我保证会把树苗种好，可以吗？好了，大家集合了。现在我们统计一下大家种树的数量，然后再发小树勋章。壮壮四颗，小明四颗，汤圆三颗，毛茸茸两颗，大头儿子八颗。哇，那我宣布获得小树勋章的是大头儿子。太好了。你都是蛋宝帮忙的。你爸爸也帮你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种的最多。大头儿子，你真的觉得你的小树种得很好吗？那当然啦，我种的最多最快。风力指数三级，三棵树苗已经倒下。什么？我的树苗倒了？毛茸茸，你是在帮我重新种树吗？对啊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小树倒了当然要种好啊。毛茸茸说的非常对，大头儿子，你没有把树根埋好，现在我们得重新种一遍这些树。大宝，快来帮忙。好的。可是你即使帮我种了树，也得不到小树勋章了。种树不是为了勋章。不是为了勋章。这些吹倒的树不马上种好，就会枯掉的。大头儿子，别发呆了，赶紧一起种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哼。蛋宝，帮我把树苗搬起来。好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也去帮忙吧。可是那是大头的树苗，我们为什么要帮忙？我们种树是为了让环境变美，不管是谁种的树，树林是我们大家的呀。我愿意。好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月牙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为了得第一名没有认真的种树，还给大家添了麻烦，这个勋章还是还给您吧。现在大家一起种树也没法算谁种的最多了，这个勋章该给谁呢？我想给毛茸茸，她才是最应该获得小树勋章的人，多亏了毛茸茸，这些小树才没被吹倒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好的，那这个勋章就奖励给毛茸茸。谢谢月牙老师，谢谢大家。
法总比困难多。小朋友们，这周末是我们的春游日，大家提前做好准备，一起迎接美好的郊游吧。好。大头，大头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当然是春游里的美食呀。围裙妈妈，围裙妈妈，怎么了，大头儿子？围裙妈妈，又到您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这周末是我们的春游日，需要您帮助我准备午餐的食物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急事儿，做好吃的有什么难的？我可是听大伙说，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在很用心的准备呢。哼，有什么大招尽管放马过来，在厨艺上我还没怕过谁。真好吃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让我尝尝。好吃，毛茸茸，你可真够厉害的。谢谢大头，希望春游的时候可以做得更好吃，与大家一起分享。毛茸茸，你的想法很不错，老师也很期待你的小饼干呢。不如这样好了，周末春游的午餐就由小朋友们自己动手准备，怎么样啊？没问题。啊，自己准备。哒哒哒哒。大头儿子，快来尝尝妈妈为这次春游精心烹制的春日小肉丸。好吃是好吃，可这道菜我不会做呀。那你想做什么菜？今天月牙老师说，这次春游让我们自己动手准备午餐。没关系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小肉丸你不会做，我们可以找个简单的做呀。呆萌，我在，我在。快搜索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、容易做的，还能让大家喜欢的？搜索完成。冰淇淋，这个主意好。会不会有点复杂呀？可是，在春游中吃上一口凉爽的冰淇淋，那感觉简直是太赞了。而且越难做的美食才显得我用心嘛。那好，我们就一起做冰淇淋。鸡蛋、白糖、淡奶油、牛奶，怎么办呢？家里没有香草精啊。资料显示可以用柠檬汁代替香草精，那太好了。大头儿子，要像这样搅拌奶油，你来试试。好。大头儿子，围裙妈妈，我注意点。围裙妈妈，奶油这样还不行吗？不行啊，要搅拌到把奶油拉出一个小尖尖才行呢。可是我已经没劲儿了。哎，怎么把蛋宝给忘了？蛋宝，快来帮帮我。好的，好的。完成。蛋宝，蛋宝，你真棒！围裙妈妈，下一步做什么？接下来要把牛奶和奶油混合。啊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大头还没有计算牛奶的用量呢。大头儿子，做饭是很讲究耐心的，你这样冒冒失失的怎么能行呢？对不起，围裙妈妈，可现在怎么办呢？没关系啊，有困难我们去克服它，办法多着呢。我知道了，围裙妈妈，这次我要按照标准自己来做。这些食材可怎么办呢？浪费了也太可惜了。围裙妈妈，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些材料再加上一些面粉做成蛋糕啊？最后再配上冰淇淋，做成独一无二的冰淇淋蛋糕。这真是个好办法，大头儿子真聪明。嘿，是您说的，办法总比困难多嘛。大头儿子，听说你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午餐，现在能让我们看看了吗？好热呀，要是大头准备的是冰激凌就好了，吃一口冰冰凉凉的。怎么可能带着冰激凌春游呢？那肯定早就融化了。真的有冰激凌啊。大头你好厉害啊。这是我和围裙妈妈蛋宝一起制作的冰激凌蛋糕，大家快来尝尝吧。真开心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我记住了。